更加不愧是时尚精，仅仅是穿了条白色长裙就能美成初恋模样。现在连衣裙的款式每个人都希望是比较优雅的，而且颜色上白色的连衣裙更加受到了很多女孩子的欢迎，甚至在男生的心中都是一种比较有情节的存在。来看看这位时尚精的造型吧。宋佳出席活动，把自己打扮了美美的，而且锁骨的长发更好配了一款深 V 的礼服裙。她不愧是时尚精，仅仅是穿了条白色长裙就能美成初恋模样。这个笑容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，看上去又甜美又从容，而且相当的显示出大长腿的美。宋佳就算穿上白色款式的睡衣，也展现出跟别人与众不同的造型风，这才是真正的岁月静好女子，非常优雅又很得体的感觉。当然了，这所有的基础都是身材要好，气质要佳。宋佳混搭的衣服造型其实更容易让大家感受到身材的苗条，手上拿的包包跟别人都不一样，而是一个四方四正的盒子款，绑带的高跟鞋配上这样比较个性的开叉裙，还是比较活泼的造型。宋佳休闲的服装非常多，也喜欢一些颜色拼接的或者是印花拼接的款式，这样的造型其实在春天和秋天里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外套造型，飘逸潇洒。宋佳不仅长得漂亮，在气质方面也是非常的不错，也是曾经过常年积累的结果，能美成初恋模样靠的不仅仅是衣服呢，有的时候在于她的造型上面也比较的接近于很多男生喜欢的类型。图片声明，图片来源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。